太卡。NVIDIA 的自我优化，哎呦，这张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。记得是什么？Ctrl F 一，是按什么键会召唤出 NVIDIA？Ctrl X。我现在想要换一个盾牌，我觉得我的命中率应该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撑，所以我想要把狼蛛拔掉，这个换一个生命多一点的，或者是抗性高一点。这个好像不错，不过这是古典的靠腰，还更新哎，还是要拿个，这么夸张啊？拿个幻芒，可是他加最大兵抗，我这样抗性会乱掉。不要用 DX 十一，为什么 DX 十一会怎样？昨天明灯让你很满意，真的，我最近都很会猜，好不？开玩笑。所以我要优化的是 Partial Exile。为什么他为什么 PO 有三个、啊？什么三个？我听起来这么恐怖啊！就有三个 PO 一样。盾多的盾，好烂哦！这样，我要一个有加血，然后他只要加很多血就可以了。这个感觉还不错，这个150哎，我操！这样，我 login token。安安，啊！我啊啊！要进了，干娘，我炸裂了！不，怎么了？你做了什么？啊，它自动把它打开，然后它打开之后就无限跳错啊，关不掉啊。傻小。欸，我们排进去了啦。对啊，我排进去了，我在啊，干嘛？怎么、哦？你在，我还以为你不是说你爆裂，我以为你不见了。哇，我只有 POE 爆裂了，我电脑是没有爆裂。我这个 Pass of Exile 我已经没救了。好，这样可以。这个游戏他妈的做的真的是很，我真的不开玩笑，是真的真的鸡巴烂。我本意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还不错、欸，这个有加攻速。哎呦，邪神盾还不错、啊，纳尔很强 ，carry 你。OK。哦哦哦哦哦哦！你是他妈要射了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用什么打、啊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什么角色应纳尔。哦，亚索，亚索。你的亚索，别闹啊！你这个想不想赢啊？我选给你一个真的会赢的选项，亚索。不然还你要什么？你难道想看到素人跟他打吗？干，你这是觉得素人搞不好好一点？你觉得素人好一点？这种菜鸡不太会杀你哦。不是啊，他是没错啊，毕竟我素人玩那么好。哎，素人，我是觉得素人应该还是会赢，那亚索人也是会赢。我现在测试一下他说的这个到底有没有用。这个。我们今天就来知道到底 NVIDIA 自动优化能不能够打得赢这个。我们这个
干被 ban 了啦，没有孟凯啦。啊，他什么他什么？凯能，凯能，凯能会赢吗？凯能只能 YP 的 ，AP 我不会玩。凯影会赢。凯影，凯影感觉还行。我打过，没有很难打，但变身很慢，没有之前强。很明显的，EOE 的闪避跟护甲要怎么取舍？我觉得是无条件的护甲大于闪避。我很不喜欢闪避，我他妈的闪了半天还是被一击毙，有屌用啊！蓝猫玩什么流派？蓝猫是元素打击的夹克吧？我记得。信用卡冒烟流，靠杯。看完全，哎呦，POE 还第三好玩，会掉二十七杀小。我 是什么概念？对我来说，我是完全觉得 POE 比较好玩啊，它给我比较多的选项，我比较喜欢。我之前玩 D3 也玩蛮凶的啊，妈的，我每一个联盟，我的武僧看起来都长一模一样啊，顺影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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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拿一把降龙，就这样而已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我操嘞！李博只会怕、啊，我不怕、啊，我是想玩亚速的，选这个也挺快乐的、啊，这个有。好，你玩啊！我打过，这个还好。嗯，你玩啊？看影可以啊，我打过，可以打，不会很惨。哎、欸，他们怎么是他们选亚速啊？他想，哦、他们选亚速打我们的路西恩呢、欸？你看，我在这个比赛 BP， 我说选这个亚速打路西恩，一定干爆。他到底会不会把他干爆呢？这感觉就是他妈的暑假特产，暑假特产的对决而已啊！干，你知道怎么看？你知道怎么看他？有没有强不强吗？强、啊、最强的亚速，就是那种最 man 的，都是用西部牛仔那个 skin， 你知道吗？哦，是哦，就是他没有那么有钱，他没有办法买那么多造型，但他玩得很好。我看这个人是什么？给你角色连结，干原装的，自己查，还没有专精期，丢脸，丢脸，丢了我们亚速的脸，你知道吗？但这个没有那个，我想强的亚速真的很多用那个西部牛仔的，都玩得很好。角色啊，在这里。对面比没钱还没钱。那个西部牛仔就是真正会玩的亚速，我每次遇到用西部牛仔亚速都很强。啊、买那个最新最潮的不一定很强，通常那种刚出什么那个上那个恶魔牙术好吗？那个玩的戳到靠背，那个很嗨的那个 skin， 我觉得那个 skin 是帅到爆炸，那个 skin 我觉得超帅。这样子让你看看我的凯影的实力，给你感受一下。我上次直接把上位的 GP 打到生活不能自理，我这样还输了。看，对，你可以选 GP， 我忽然想到了 ，GP 打纳尔就被虐哦，怎么打、啊？真的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好像 GP 打纳尔被虐假的、哦。